汽车作为一种消耗品，已经不只是一种代步工具。逐渐进入9000后的天下后，个性时尚成为一种追求，加深年轻人无拘无束、热爱自由、探求大自然的需求。冠道 X 370 Turbo 改装版应运而生。新改装的冠道370 Turbo 车辆动力性能上变化不大，主要是增强了外观和内饰的时尚感和个性化。冠道370 Turbo 原车定位是中型 SUV， 4816毫米乘1942毫米乘1669毫米车身尺寸，2820毫米轴距，车身轴距比汉兰达都长，五门五座，空间感强大。搭载 2.0T 272马力 L4 发动机，最高车速每小时208公里，动力感十足。冠道 X370 Turbo 改装车车顶配备的行李架，对于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来说，无限增大了车子的使用空间。全车哑光灰配置齐全，配合碳纤前唇、翼子板、后视镜装饰条、侧裙、车顶氛围灯等硬朗的套件，呈现出男子汉的肌肉感和力量感。大尾翼的设计非常张扬，整车给人的感觉就是霸气侧漏。该车细节处理也很到位，侧面使用侧护踏板方便上下车，两侧的通风口也用了碳纤维装饰，多辐式轮圈造型配上红色外圈拉花，犹如视觉的焦点，很具个性。内饰搭配上也科学，方向盘与讴歌新 MDX CDX 上相似，多功能按键丰富，三辐式方向盘大小粗细刚好到位，握感不错也不拉手。中控台采用了搪塑工艺，特别像皮革纹理加缝线，与同档次汉兰达相比，后排空间更大，空间利用率好，加速快，更省油。关键是改装后的冠道简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，很具有活力和霸道感。在这个不允许随便改装的国内汽车市场，能够有这么一款由厂家直接生产的个性化车，还是挺拉风的。